天南宫主任委员吼陈清准，今仔日吼，阮咱完成地军吼1857个圣诞天主啦吼，安奉个天南宫吼是安奉山寺吼四扇门内底阮个古迹啦吼，历史吼已经有啦两三百年个历史啊，香火吼正旺盛安尼，因为吼。较早庙宇吼，年久失修吼，过来搁重翻新的安尼啦吼，会当讲安尼，伫即个四扇门内底的古迹吼，会当安尼保存甲搁历史的悠久安尼吼，会当安尼香火旺盛，保佑吼，众神灵内底吼，会当安尼来大家合家平安吼，会当顺心吼，以上。几年啊？差不多要30年。30年啊！有几工的这个？刚年啦。今日哦。今年啦。哦，今只好运哦。24我旅游也顺顺到嘛。啊，关帝爷的生日。农历的6月26日。还有。有偌济米？一千二啊。斤的米。平安米。对。嘿，那个关帝爷做生日。今天聊不讲了，聊不讲，这个有聊的，